下手真狠啊，不愧是那个女蜘蛛，当年要是用了她，一定也能得到壮丽的黑环吧。好了，这个结果也很正常，毕竟这次是野生的海，被压制了那么久，会输给她也很正常。对，又是那个残次品，我确实没想到004竟然是被他破坏的。他已经得到资格，那不是我能介入的战斗了。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，怎么样，要我对他做点什么吗？杀了他。他死了吗？才第二枪，那种怪物还死不了。怎么，一脸严肃的样子，形势有这么严峻吗？不，我只是想坐着直升机巨人多少有点浮夸了。没办法，特务很忙的，要解决叛徒，要清扫黑暗，那些阴沟里的老鼠也已经开始行动了。顺便一提，你和你的 MBCC 已经正式转到第九机关手下，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直属上司。抓紧最后的闲暇，以后的工作可不会轻松哦。回上庭，老鬼们要听报告了。